主料：黄豆100克，杂粮米50克，黄豆浸泡，泡发了一碗的黄豆，倒入豆浆机，少量黑芝麻，不用泡，直接倒入少量杂粮米，全部加入豆浆机，按下五谷键，过滤，完成装奶了。烹饪技巧：黄豆要浸泡，完成后可不过滤，必酱后有渣，想要顺口融滑的过滤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